姐姐们啊，这等猪头也打起宝钗黛玉的主意了。哎，这个猪头凡心不改，我找个菩萨来教训教训他吧。先生们好呀，这不是可卿吗？这不是诗诗吗？这不是小乔吗？不愧是菩萨变的，可真是一人千面啊。你这孽畜，从此静心须改过，回去护送你的取经人吧。谢谢菩萨，谢谢菩萨，本座也不宜久留，四位先生有缘再会。 See you。哎，都不留下考验考验我们吗？我们身为作者，都是大气层的人，区区菩萨撞天婚也考得动我们？哎，你别说，但凡把庄园换成一座山寨，女儿换成三个强盗，施耐庵没准真会中招。去，把庄园换成怡红院，女儿换成袭人、晴雯、麝月，你恐怕连选谁都想好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尘缘未了，这不行啊。如果了了尘缘，只能吃面筋、春树叶、木耳豆腐皮的话，我还是别了了。你这个晚年贫困的曹雪芹还做你的《红楼梦》呢？他甚至连他的《红楼梦》都没做完。够了，这个你要玩到什么时候？就玩到你做完《红楼梦》的时候吧。罗贯中算是比较清心寡欲的一个，应该不会遇到撞天婚的难题吧。或许把真真、爱爱、连连换成坚决、一决、智决，那还用选吗？我直接拜倒在孔明面前。又是一个连选谁都想好了的。你们这么一说，好想看看罗贯中遇上诸葛亮时二人的反应啊。大梦神仙诀，平生我自知。是汉丞相。你这个呆鸟，管谁叫汉丞相呢？你怎么来了？说曹操，曹操到吗？我们何时提到曹操二字？你这里说了一声汉丞相，我就现身了。我执笔之后，世人心中只有孔明一个汉丞相。汉贼，那是汉贼，我才是汉丞相，明媒正娶的汉丞相。差点没反应过来，魏武帝原来是汉丞相。你是曹雪芹，就是你在《红楼梦》开篇把我画到大奸大恶一类的，谁教你的？是个读书多的上上人，怎么也被演绎骗了？倒用不着演绎来编，街头巷尾唱戏的、说书的，提起你来都说是老反派了。丞相何故发笑？大概在笑周瑜无谋，诸葛亮少智吧。哼，少玩你的赤壁梗，正史上赤壁之战都没你什么事儿，你在演义里怎么把东吴的功劳截胡了？哎呀，怪只怪这罗贯中爱我太深，所以恨不得所有精彩回目中都是我吧。像我这样身长八尺、容貌甚伟的人，对我有欲望也是人之常情。臭不要脸。那汉丞相能否满足后生的人之常情，签个名什么的？好的，笔拿来。不是说你，孔明先生就签我衣服上吧。胡闹，还能满足你？我正想批评你把我写成妖道呢。我在正史上可是相当威仪稳重的人，为什么把我写得像个妖道？要把阳春白雪改成下里巴人，总需要动一些手脚，不做一些必要的戏剧夸张，听故事的大众就无法受到感染吗？我去你的，这就是你把宁我负人，牧人负我扩写成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的理由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加了一个天下之后，整个气势都变得磅礴，韵意都变得深远了吗？比如划天下之大稽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冒天下之大不韪什么的。就如我家的齐天下之大圣，平天下之大圣，飞天下之大圣。飞天大圣是我家的。你家的？几个人认识？说出去还以为是蹭我热度的角色呢。可恶，我对谢天下之大神的人无话可说。总比强天下之大道的人好些。你真正是夺天下之大损啊。够了，罗贯中一个下里巴人写的又不是什么天下之大书。革命的要义是得到群众。
还笑呢，这是在笑罗贯中。我在书里时也就是埋伏几路兵，罗贯中作为作者被你这么一笑，小心他发动降维打击。我笑罗贯中果然浅薄，只知其一未知其二。你什么意思？得到群众的要义是权力，手握重权时，一点轻易的礼贤下士都能换来他人为你卖命。他一个写破书的，真以为捏了几个人物，误了几代子弟，就是得到群众了吗？就这也配降维打我？错了，开黑店的都该懂，说书的和唱曲的不能杀。但过往的官吏都是随意杀的，你怎么尽懂些开黑店该懂的东西？总之，凭借权力得到群众早过时了。哦，这位群众有何高见？鼎足三分的乱世之中，一个姓什么都不确定的人，光打着大汉的旗号，明明没什么才学，却异常自信，在关键战役中还使出铁索连船的昏招，这种人怎么能得天下？你这个刁民，怎敢妄议于我？谁没才学了？我在说陈友谅。少胡搅蛮缠，陈友谅跟权力和群众有什么关系？陈友谅也曾权倾一方，最终众叛亲离嘛。哼，陈友谅搞私权，你们的朝代不也搞强权吗？所以我们也造反了。时代变了，大人。你不过是影响了名人轻人，然而现在放在历史圈，谁不知道我曹老板的名号？谁不骂一句罗贯水？时代变了，庶子。这么伟大的曹老板，可惜连个用来哭一哭的坟都没有。那怎么能说没有？有72处呢。这找坟的人也不通得很，不管在哪里祭一祭罢了，必定要找到真坟做什么。俗语说睹物思人，天下的土总归一处，不拘哪里的土，捧一捧看看哭去也就尽情了。你们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孟德公头风又犯了吗？快去请我家的某日星官来给他驱驱毒吧。别请了，什么医生来了也只能被曹贼杀了。他倒是敢。不就是杀只鸡吗？有何不敢？冒犯神明，只怕你的头要裂了。哎呦，不知道是不是热毒，或许用冷香丸给他缓解一下病情也好。也好，拿上来吧。哦，我手头没有现成的冷香丸，如果要的话倒也容易，只需要春天的白牡丹花蕊12枝，夏天的白荷花蕊12枝，秋天的白菊花蕊12枝，冬天的白梅花蕊12枝，再要小雪至日的雪12钱，白露至日的露12钱，霜降至日的霜12钱。太麻烦了，10年都凑不出一丸来，你这是要等死他吗？那你有什么好药？好药虽然没有，斧子却有许多。就按华佗说的，下点蒙汗药给您开个瓢就完事儿了。滚你丫的！什么蒙汗药？那个是麻沸散，我来。免了，不用吃了。哎呦，可不能讳疾忌医，我给你点个七星灯续续命吧。我怎么觉得你这妖道不安好心？疑心病这么重可不是好事，不过当国贼的人也难免有疑心病。你，我才是正统的汉丞相，你才是科举第的汉贼呢。祭灯堂宇，礼和匡正辅国安民兴邦，和其鱼肉百姓祸国殃民，罪恶深重，天地不容。挟天子令诸侯，霸占天下半壁，却敢自称汉臣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你毙了吧！你说我可笑吗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你说